拜拜。下一个 ，Hello Paris， 到巴黎了。一进来，我觉得算是有一个小玄关，然后这边目前放行李还没有打开。然后进来的右手边就是厨房，它还有洗碗机哦，还不错。然后吐司机、热水、咖啡机。这边有一个办公区，旁边有窗户。比较可惜的是，这一次没有订到有阳台的，因为我们其实蛮晚才订这个饭店，找不太到。然后这边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比例尺，然后旁边就是床。整体空间我觉得以巴黎来说其实没有算很小，以两个人来说还不错。然后这边是他的洗手间，当初也是看了他这个洗手间觉得够漂亮够干净，所以就决定在这边。好的，整体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巴黎从这几天开始变非常的冷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去买一些衣服哦，因为我在西班牙什么都没买。我们现在吃饱了，然后来到超市买一些甜点。你还好吗？怎么了吗？哦，上次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过的这个马德莲，好赞哦。有必要到昏倒吗？我们今天来到马黑区要来逛街，因为这次其实带的衣服非常的少，就是想说应该会买很多东西，所以不敢带太多。但在西班牙其实都没有什么时间逛街，然后今天就来马黑区。哇，现在真的好冷，脸都红了，真的。而且 我在西班牙晒黑啦，嗯，看得出来吗？真的也晒黑。第一站先来 Le Maire 逛一下，外观超隐晦的，连他那个 logo 也很小一个。试了一件这个毛衣，然后它真的是做加两件式的，有一个是领子，然后这边可以扣起来。蛮可爱的哦，刚买到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来对面这间 Tom Gray Hunt， 它好像是来自韩国的选物店，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，然后在网络上也蛮红的。现在来进去看一下，门口有一个 Hello Handsome 的镜子，看得到啊， Handsome 就在这儿啊，怎么会看不到？里面的环境大概是长这样，我在二楼的男装，然后就是分品牌，然后每个牌子有点分颜色，然后每个牌子有点混杂在一起。我刚才叫杨试了这件 Loewe 的低档裤，然后他现在很不习惯，因为他觉得档太低了，但很时髦耶。然后我看这个颜色很像垮裤，懂不懂啊？第三站来 Acne， 他这边的门口好特别哦。你在试的是一件羽绒衣耶，但是好像好好笑哦，好像小相扑，还蛮可爱的。装那个游戏，我试了一个这个没有试过的版型，开领的长袖 polo 衫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可爱的1996 Acne Studio， 还有一个小月亮。刚刚店员推这件给我，然后仿佛要去跳一些弗朗明哥的舞蹈。这什么啊？这袖子什么意思？花绣的，对啊。Hello， 我们现在逛得蛮累，就要去吃饭了。超级推荐，非常非常喜欢，但是位置有点小。对，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位置非常非常的近，大概是这样，这样超级非常非常的近。我点的是鸭胸，我觉得很特别，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子料理方式的鸭胸。它口味呢是有点照烧的，它随主餐呢会附上那个马铃薯泥跟川烫的四季豆，好好吃。它是不是有一点中国风情的？对，因为我们点的那个还有点了馄饨汤。
好特别，那我觉得很喜欢这间店 Le Petit Marché 小市场，推荐推荐，一定要来。Picnic with my best friends, we start to plan what we will do.今天又来到马黑区，然后天气蛮好的，有出太阳，但我还是一直在流鼻水。我今天其实已经很不争气的穿上发热裤。为什么今天又来呢？因为我们要来吃那个越南河粉，我最爱的食。然后这间店是只有开早上11点到下午4点，据说王菲有来吃过，所以我们要来吃吃看。然后。也是有网友推荐我这间店，希望等一下排队不会太夸张。刚刚那间粉很赞哦，神仙，好夸张，神仙的食，有到神仙吗？好好吃哦。蛮好吃的，然后我喜欢它是它的那个牛肉有给很多不同的部位，有软的，然后有咬劲的，也有给一点筋，还有牛肉丸，那牛肉丸也很棒。回味，我可以吃8天耶。好啊，那你接下来每一天都自己来这边吃吧。好冷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庞毕度里面看展。庞毕度很著名的就是它这个透明的电扶梯，然后另外一面呢是有水管，它这边做的蛮好的哦，门口就已经有分流了。如果有买票的话，我们现在就是走橘色的这个通道，里面很酷哎，用了很多这种 LED 灯做告示牌，所有的告示牌都是 LED 的，虽然很漂亮，但是只是我们有点看不懂。跨博，不知道现在要怎么办，我来。问一下人好了，搭电扶梯上去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巴黎，蛮美的哦。然后远远的还有巴黎铁塔。逛完了，我们大概好充实哦，大半天吧，从1-2点到现在已经快要7点了。因为这里面非常的大，所以大家要预留一点时间，但也可以自己选择看自己想要看什么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吃饭，等一下好像会有一个神秘嘉宾加入我们，但我不知道他要不要入境，所以等等见。神秘嘉宾来了。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谁？我是 Henry。你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会出现在频道里呢？因为在巴黎巧遇，所以就约洛来吃饭。好，我们现在去吃饭 ，Go。饱了，耶！喝醉了吗？好像喝醉又酒醒了，因为太冷了啦。太冷了，谢谢廖老板今天请客哦。开心，台北见。你看起来有微醺哎，我跟你讲，在外面就会有，因为里面是红光，好好笑。我们都喝醉，好，我们要回家，现在很晚，现在11点了。然后我明天还要早起工作，你明天还要开会吧？明天9点的会。Oh my god！ 啊，走，拜拜。今天我们要趁天气很好的时候去跟巴黎铁塔拍照，然后我们来到的这个点呢是。我在网络上看到的这一站叫做 PASSY， 反正就搭到这一站有一个秘密景点，也不算秘密啊，应该网络上很多人都知道，有一个点呢就是可以跟巴黎铁塔远远的合照。
那我们现在要慢慢的走过去。今天好不容易有出太阳，然后过了今天，明天开始就会是，算是，死人天气吧。所以今天要好好把握一下。风好大，一直流鼻水，好冷，真的好冷。我跟你讲，发热裤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走在冷天的时候就觉得脚其实很冰，然后到室内就觉得说好干，怎么这么热？所以我其实不太知道发热裤到底有没有用。好像快要到了，会经过这个雕像，然后要爬楼梯上去。爬上来的景就是这样哦，很赞。直接有跟巴黎铁塔合影，我会把这个地点直接放在资讯栏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再自己存起来。解决那个当务之急，感觉怎么样？升天了。这边的拿铁好像都是要这样自己加奶。哦，欸，你的拉花怎么这样啊？取暖取暖的感觉，平凡都变得美味。来到蒙田大道，准备来逛街。要被骂。这边有夏之城哎，好厉害哦！开在蒙田这里，但我要去的是旁边的 Prada， 找一顶帽子。就在找这顶帽子，之前看林宥嘉戴，觉得超级可爱的，来试戴看看，戴起来长这样，蛮高追的呢。SL。是 SL， 好用心哦，圣诞节的，超可爱耶，超可爱，这要留好。但是等一下那个袋子就要收起来，不然怕被抢。哦，对，好危险。这边很危险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第二站，应该去一下那个 BB， 我要帮我的朋友买东西。我们刚刚在 BB 大概逛了两三个小时，好久，不知道为什么逛这么久，就是店员人非常好，拿很多东西给我们试穿啊、试杯，然后刚好遇到一个台湾的店员叫做婉宁，大家如果有来蒙田大道的 BB， 欢迎来找他，服务非常的好。然后我们现在出来蒙田之后呢，很漂亮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超美的，好有那个圣诞氛围哦，很喜欢很喜欢。蒙田的店都打烊了，然后我们现在直接搭地铁去吃拉面或者是乌龙面，看哪一间人比较少我们就去吃什么。拉面店的外观长这样，然后排队的人真的非常的多。But it's keeping me feeling so amazing. So I'm going to stretch, brush my hair, always looking like a mess. 品尝看看汤头怎么样？看起来好浓。对啊，看起来超浓的。咸吗？刚刚好的。有很日系的感觉吗？日系好像还更咸，但是好像刚刚好，不会到太咸。它好像厉害的是面条。哦，那面条看起来超 Q 的。我的是味噌的，好喝耶，我喜欢我喜欢，这种天气好吃的，而且它里面有加蒜，就整个蒜气很浓很香，好吃好吃好吃。吃饱了哦，非常的开心，但是非常非常的咸，但是咸的很爽很爽，非常的爽，不舒服。然后它的面条真的是我们这次来欧洲吃了几间，我们吃了几间啊，三间，三间拉面店里面最有拉面感的。汤头也很日式。现在要回家工作了，因为工作其实蛮多的，昨天比较晚回家，今天就要早一点回去工作。